第二题，下列哪一个系数不会有测量误差？测量都会有误差。选项 A 的高度3公尺，选项 B 的气温32度C，选项 D 的体重40公斤，这都是测量，都会有误差。选项 C 的一个班上有24个人，这个是用数的，用数的一二三四，这个不会有误差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个系数不会有测量误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709班共有24人。